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，刚才这个吐火千万不能模仿，绝对不能模仿，这是功夫，不是一天半天练出来的啊！好，有请两组参赛选手到台前来。认识一下今天的评委，他们是热心观众张鹏，吉林省安图县发改局冯宝清，热心观众于志斌，热心观众张国峰，中国人民解放军302医院曹春燕，吉林省敦化市国土局郝陆军，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张红，欢迎你们到来。好，观众说话，哪位想说说自己的看法举手。小姑娘说话啊啊，选四号啊？为什么选四号啊？因为我觉得这个结花挺结的，您能吗？那个小姑娘，那个不要出火，那一般人弄不了。我确实能啊，但是我给你个礼物，你再不要让我去试别的东西了啊！好，别让人看啊！对。好了，来，我是火，我就不试了啊。任静，你说说看啊。好，我来吧。好，副队长说。那个，我觉得二号吧，他这个就是这两对选手啊，他们的专业性啊都很强，不是说随便就出来表演的，都在家下过功夫。你是让我选他们两个，这个他们两个现在干嘛呢？是，哎，我对不起啊，对不起大家，我帮你们问问。对，他是那个，谁要是胜利了，那个失败的那一方就下去了。你说谁在这轮落选也行，这一关叫反败为胜。那落选了，他们待会儿来不来了？落选就没戏了，就走了。那对对，就走了，就拜拜了。那我，啊，那那施老师他愿意说，他刚才跟我。石老师，我跟你说，现在这歌手啊，比咱相声演员都狡猾。这词儿也不对哈，啊。那你说说这个。哎呀，都是我们东北的。嗯，我为我们东北有这样的人才而感到骄傲。嗯，这是实在话啊，真的。我一个一个来评论吧。这个二号呢，表演的二人转，颇具地方特色。这个二人转讲究的是呢，我不一定说的对啊。是学表演唱舞这几样，他们很全面，嗯，唱得很好听，表演很到位，舞蹈跳得也精彩，尤其是那个手绢到最后把背我都瞪出来了，那小棉被也大手绢啊，我也说当小棉被似的，那个，哎呀，好，真的真的好。四号呢，四号也是一对夫妻，确实好，有功夫，因为我看过川剧那个吐火，看过川剧吐火，但像他们这么到位的这种表演还不多见，很漂亮，很干净，这就非常难能可贵了。这个我建议你们这个星光大道啊，一定要加强消防意识，知道吗？这个消防措施啊，一定要到位。说
参赛选手你别甩到别的地儿，您就说哪个胜出，对，哪个淘汰，对。早说呀，你这个。说，好，下面师生杰老师要说，你来吧。今儿不知道到哪儿找这些嘉宾了，反正。师生杰老师啊，那其实看来只有你说了。啊，师生杰老师是我的师傅，他说一我不敢二，嗯，但是有点跑调。我觉得这个四号选手啊，他们两个是东北人，不远万里去四川学这个吐火，他这种精神呢是非常可贵的。可是二号选手啊，他们两个真是这个才艺双全啊，表现力也非常强。如果这两对选手和这两对选手相比呢，不相上下。嗯，你这个计算单位不对，不是这两对，这一对和这一对，你这两对和这两对那是八个人。不是，他这个，哎，不说这些绕口令，咱说正事儿啊。这个至于他们两个哪个能出现呢，请听老毕分解。这个既然这一轮不好评判了，咱就听评审团的倒数五个数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什么意思啊？好，既然你走这儿，我就不让你退回去。我看你敢说什么，你要承认你下去了，啊？已经承认了。真的吗？真的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嗯，已经想到了。我已经想，我知足了，一关就可以了。实在抱歉，今天不是你想到的事，你没想到。没想到的事儿，下边我要说一句话，你们二位下去准备下一轮的比赛了。其实挺明显的，实力相差挺多。嗯。虽然嘉宾老师和评委老师都说差不多，但是我们心里明白，有一定的距离。但是他们两个也是东北人，我们也是东北人。我相信只要我们东北人赢了，就是我们两个赢了，对不对？谢谢谢谢，天骄组合。最后临走了，小夫妻，我送你一首两句吧，我很早写的一段诗啊。祝你们在天愿做比翼鸟，在地愿做连理枝。你也不知道是哭是笑的，高兴的啊，真的。好了。